对，真的，对啊，要戴假睫毛哎，他不是三次，他是双眉毛，你有夹睫毛吗？我贴睫毛，夹睫毛，夹睫毛，他还擦腮红。哇塞，多多别闹了，你的心实在是不适合进入公主帮，还是好好练练红红餐吧。你想加入公主帮吗？你怎么了？然后他每次都说讨厌呐，吼。你说多多，对，就是你。怎么会这样子？但是听说啦，我们老师很容易跟舞伴产生感情。啊，不会，不会吗？马上否认。很容易和舞伴产生感情，没错啊。不会跟多多啦，不是多多。是跳舞很容易会产生感情。对。对，因为太亲密了。所以你有交过就是舞伴的男朋友吗？现在，现在这个。所以你现在缺舞伴吗？他现在不有伴啦，哎呦！只要现在缺舞伴，现在此时此刻就对了。好了，不然先来教我们多多一个 sexy 的这个润吧的 pose， 求偶舞的感觉，一小个就好了嘞。你看老师真的会电，现在培养感情吗？体操是慢的音乐，哇！干嘛突然？多多，你是不是在跳女生的部分？没有 man 的感觉。他在干嘛？土方舞啊，他卡到。好了，等一下，整个那个好不好？来来来，麦克风拿着。多多卡到一。多你卡到。你先回去坐好，来，堂主好好想想要怎么分配你。多多刚刚在跳土风舞，那个其实很乖耶，他很乖，有吗？好委婉哦。没有没有，因为他想要做，我刚刚原本只是想说让他随便带我，然后动都可以。是，对，不好意思，那样就是润吧了。对，很多的润吧都是贴在一起，就是可能，比如说我假装我是男生，然后你是女生，给勾住，然后我们这样动。来，先表演给我们来一个所谓的润吧的感觉，好不好？好，比赛级的感觉。语文老师，哦耶！哦 baby， 反而慢的更 sexy。干嘛？王子，你干嘛？水真的掉的水算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没有关系。OK 吗？对吧？你这个舞衣应该也不少钱吧？差不多，大概快40000。啊，是好贵的。那刚那个掉了一千块。这个舞比较特别的地方，它是量身定做，在我身上做。在你身上做，男师傅吗？女生。哦，女生。哇，就直接把布料放在上面，然后就直接剪。就围。对，然后对，就，所以它会比较合适。嗯，真的。刚来一个撩裙子的，真的，对，真的，撩
其实学舞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我觉得可以美姿美，然后怎么表达你的性感？对。然后人家想学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就是你只要做一个动作就可以了。一般其实在拍照的时候，很多比如大家会拍到平面，其实很多人在一个角度，然后比如说你做一个动作，一把手，很多人在尤其台湾人就是在做踏球的时候都是假的，他们都这样摸，其实这样没有感觉，你要真的摸下去，摸上我就真的会有感觉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真的。对，而且我跟你说，其实男生也一样，也有福利到我们摄影师哦。我们摄影师从来没有拍了这么多机作同时作业，非常非常有精神 ，ganky 的感觉。谢谢。好啦，教学刚刚多多那个感觉好不好？不是很好，其实他很好，你等一下看就知道了。哦，好，两个人来一小时，多多，15岁的多多，我看你能润吧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加油，来。哎呦。很猥亵，表情很奇怪。对。为什么会这么奇妙？你们感觉很奇怪。老师都快笑场。舌头缩回去，舌头。快笑场。来了，来了。Okay、有吗？有有有，觉得老师厉不厉害？非常厉害，很厉害，而且很美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老师有用眼神电他吗？有，他跳得很好，他跳得很好，真的哈、哦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们那个音控师现在已经看到都忘了推你的麦克风，没声音。谢谢多多，好不好？也谢谢我们的老师啦。好，来，你可以润把出去，没有问题的。来，慢慢的。两个傻眼，对不对？我们算是不完整的女人，说真的，来干嘛？好啦，来这一位叫做是李雅文，李，欢迎她。好闪亮，好闪亮，来 NUSIC 的感觉 ，Here we go。好美，而且眼睛画得很漂亮。来，这个雅玲老师，自我介绍一下，这个专长是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雅玲，然后专长基本上是拉丁舞，只是今天我要带来的是街舞 drive。街舞，就是会脚在那边踢来踢去。对，是拉丁舞里面速度最快的。是故意晒黑的吗？还是？对，他的皮肤颜色好漂亮。我有去晒，有去晒，而且又有涂，所以手看起来好像有点得皮肤病。哦，这个都要完全要涂满，对不对？助晒剂就对了。对，嗯，是我们防晒剂。对，而且是我们自己跳拉丁舞涂故意涂上去的一种东西，跟晒的防晒剂又不太一样。哦，对，不一样的，就是刚刚怡文说大概要2-3个礼拜才会掉光的那种。这都是为了今天涂吗？没有，昨天比赛。昨天刚参加完一场大比赛，有结果有没有好消息吗？第二名，讲第二名有点不开心，有点遗憾，想要第一名就非常。第二名也很厉害啊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什么问题想问的？好蠢。上面眼睛天生的吗？眼睛打涂，眼睛你说眼影的部分吗？当然要涂。当然要涂。傲泉应该被这几位美女点晕了吧？连阿妹姐都不是天生有蓝眼影啊，但问题太蠢了吧？那个早上被男朋友打两拳，没有了，整个很闪亮的感觉。谢谢谢谢。哎呦，学舞学多久了？我学7年多。7年？7年多哦，所以是 pro 级的，也是那种很疯狂。疯狂非常，因为我学的年纪比较老了，就是
人家通常都是现在都十几岁就开始跳的冰冰的这样，然后我学的时候已经21岁了。21岁算晚？不是算，不是21，就是已经进到大学了，18岁那时候就变，你会觉得我的妈呀，我已经输人家很多哦。然后所以那时候会疯狂，就是我只要一有空，我就会练舞。